technology changes the world. But not on its own. Hardware needs heart. Software needs soul. When processing power means brain power, tomorrow comes alive. 1,000 ideas spark inside one mind. The world shrinks. Horizons expand. The speed of progress leaves us breathless. With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to lift us, we see more possibilities, new opportunities. We see where the future starts.
あなたはコンダクターとしてここでずっと眠り続けていたんです。世界の状況、今の状況を子守歌のように聞きながら。楽譜を宿し、音楽を力に変え戦う。それがムジカーです。戦い勝つことこその兵器の使命。人類の敵、私たちの敵、それがデスペアウイルス、ウイルスです。どんなに完璧なスコアも指揮者になければそこにハーモニーが生まれない。多くの力を用いる。ムジカートを指揮できるのはコンダクターだけです。あなたの仕事は私たちを離れること。あなたはあなたの戦いをすればいいんです。指揮者は矢面に立たない。それでも私たちは指揮者が誰よりも前に立てていることを知っている。戦いましょう、共に。
Volkswagen. Volkswagen.
是优酸乳品牌代言人陈立农，优酸乳复古小礼盒限量返场，在2021 China Joy 优酸乳品牌展馆，我和小优还为大家准备了优酸乳复古周边，登录优酸乳小程序也能 get 到我为你准备的神秘惊喜哦。2021 China Joy 疫情防控小贴士，打疫苗戴口罩，不聚集听指挥，三班期间请大家全程佩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他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本届 China Joy 普通观众入场动线图。首先请玩家依次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场外排队有序前行，请进至行程卡查验点，请大家出示行程卡，为绿色方客宾馆。请进至随身卡查验点，请大家出示随身卡，为绿色方客宾馆。请进至新国际博览中心一号入口大厅测温处，体温低于37.3度者方客宾馆，体温高于37.3度者将到留念点留观进行二次测温。穿过一馆，来到位于 W3 馆内的检票处，一人一票实名认证，刷身份证并机器人脸识别过后方可入场。接下来大家就可以开心的逛展参观了。此外展馆内还是有与浦东新区花木街道合作的免费疫苗接种点，现场医疗和防疫人员实时待命，安心无忧。在大型展台前方主舞台观众区观看舞台演出和参与现场互动时，请大家按地标点位间隔站立或就坐观看，避免出现拥挤以及人群过于集中的情况。在礼物发放领取时，请大家在展商设置的专属礼品发放区域有序排队，保持队形，避免拥挤。防疫部门将在每日展览结束后对整个展馆内及室外帐篷公共区域、连廊、通道、卫生间等公共场所进行统一交叉工作，并在展前进行一次现场环境取样核酸检测。2021 China Joy 疫情防控从我做起，参观期间请大家全程佩戴口罩，祝大家观展愉快。China Joy Plus 线上嘉年华再次来袭，我是 China Joy Plus 线上嘉年华官方超级主播奶油冰块，感谢大家一直在线持续关注我们2021 China Joy Plus 的线上嘉年华。
在 China Joy 的四天时间里，2021 China Joy Plus 线上嘉年华也会全天候的为线上的网友们营造无限快乐。每天的10点到16点 China Joy Plus 超级播将会在抖音、快手、B 站、微博、斗鱼、腾讯视频、咪咕、淘宝直播、优酷直播等各大主流线上流量平台全面开启云逛展之旅，大家尽可宣你所爱，自在畅享 CJC 时代的无限魅力。那么紧接其后的 China Joy Plus 超级购呢，也将会持续热度，在抖音、咪咕还有淘宝直播等各家电商合作平台开创次元放时代，让你乐享其中，轻松纵览酷玩好物。那么本届线上嘉年华与各大厂商强势联合，每天呢都会在直播间当中呢不定时的为大家送出惊喜礼品。大家呢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将会在 China Joy 的官方微博账号发送抽奖博文，转发并且按你身边的三位好友就有机会参与抽奖了。那么特别感谢2021 China Joy Plus 线上嘉年华给予大力支持的各位赞助厂商们，他们是上汽大众 ID.6 点亮你心中的光，智享感官科技，携手乘光而行，感谢上汽大众的大力支持。TCL-MX 巨幕制频，130%原色，高色域120赫兹，高刷屏，游戏就得玩大的，用巨幕98英寸才过瘾。感谢 TCL 的大力支持。2024年国民潮饮优酸乳复古小鱼盒神装限量版上，感谢优酸乳的大力支持。再一次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我们今天呢就要开启云逛展了。今天有一个特别的环节，那就是我们的天团逛展中的官方超级主播包大人和雨薇组成了一个小分队，前往各个展位集结我们展位上的 coser 还有我们的 showgirl， 开展一个互动的对决。而另外的天团逛展的小伙伴呢，也将会继续今天的逛展。那我们先去看一下包大人和雨薇到了哪个展台。我们穿越到哪里了？这是啥？包大人，我哪里？雨薇，我们在哪里？我们现在在文武展台的西山区啊。我们穿越到了西山区展台了。今天我特意打扮成一个现代人的模样，相貌堂堂，衣冠禽兽啊，不对，衣冠楚楚啊，衣冠楚楚啊。刚刚遇见飞行员，大家发现了？哎，那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玩一玩吧。来，我们一起进来。哇，厉害了！这个展台呢，好像是一个属于古装人的世界哦。是的，哎呀，我们是不是应该找一个漂亮的小姐姐接一下头？哎，那个就不错呀，我来。哪个？这个小姐姐。哎，你们好，你们好。哇塞！先介绍一下自己吧，这是扮演什么角色？啊，我这个的话呢，是我们这样三重这半年，我扮演的是长歌门的角色，是其中的御姐的一个体型。御姐，对，御姐。有 pose 摆一个吗？可以啊，但是呢，我因为要这个等，对呀，带你们两位，所以我的武器没有带，武器没有带，对，怕我的杀气太重吓到你们两位了。对，仙女飘飘，御仙飘飘。其实长歌门的话，也是一个这个专门的话呢，是以这个琴和剑为武器的一个部门。琴和剑，哦。来，我到了里面，可以给我们舞一番。对，我们里面的话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的。那我们一起去吧。啊，继续玩去吧。我们先玩。对，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这一边，对着镜头，这边的话，对，你看这个我们超多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降三》的一个重置版，也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现场，我们做的是一个西湖的月夜的一个景色，人已经看到，对，就是都骑马了，这是神仙一样的一个展台了。对，您看这个地方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画卷，左边那是一个半扇形的一个屏风的设计，中间的环境。对，中间那个最好看、最帅的那个呢，是我们游戏里面夜幕组合的一个特效。啊，中间的话呢，是我们对，你都可以在里面体验一下，可以过去看看。对，那个的话，对，是我们的盖章，熟悉的位置。然后我们如果有玩家过来的话，在这里会有一个神秘的任务的触发。可以借你的法器给我耍一耍吗？这边就是我们整个自身的这个游戏的角色，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少林的门派，少林大师，对，我们还是超帅的。哇，你想要拿着这个道具吗？哇，不过这个道具很厉害哦，做得很好啊，对，可以试一下。重吗？还好不重，残障。来。
比较适合你。摆个腰 pose 吧。哇哇，有意思。包打丝在线。谢谢。哇，对，像这个是什么？这边的话呢，主要是我们的一个打卡区域。哦，打卡。我们会有一个神秘的任务在这边可以给玩家去做，然后会需要一些神秘的任务。啊，对。这边呢，这个也是我们的角色的门派，它是衍天宗，是一个专门做阴阳师的这样一个门派。衍天宗啊，对，小姐姐你好漂亮啊，穿的真的很大很大。大气呀、啊！对，这边的话，你们也可以体验一下，在这里写写字啊，感受一下我们游戏的这种氛围。再让你来体验一下，来写一个，我们写个什么字呢？加油水！看现在我们的话呢，叫什么？防疫的这个形式特别严峻啊，我们写个什么？对，健健康康啊，快快乐乐这种。平安如意，来。我写一个。哎呀，呀，很专业！你看这姿势，对，哎呦，记得，哇，人如其名啊，优雅大方啊，对，婀娜多姿啊，漂亮！哎呀，哇，哎，非常有用、非常朴实的一个提醒啊，大家记得戴口罩。好，还有哪里？你看，这个那些游戏的这种宣传片啊，啊，包括旁边我们看的那个水，这个是我们游戏。来，这镜头打招呼。这边的话呢，是我们的蓬莱的一个门派。合影一下可以吗？当然可以了。我们的炮弹已经沉迷于美色了。太棒了！我也要，我也要，可以，可以，可以。哎呀，漂亮！好的，哎，好，太棒了，漂亮！旁边的话，我们两位是我们的纯阳的道长，纯阳，对，就我们天策这个将军的一个角色。道长，对，道长很帅，对不对？对，后面的话，那个旋转是我们游戏里面的一个旋晶，代表我们最欧系的那样的一个装备，欧系装备。欧气装备，这个是杨戬用的吧？哇哦，何方妖孽？哇，这个是我们将军的武器，也很帅的，也是对。那这个区域的话呢，主要就是我们整个重置版的一个这个界面。那旁边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哇，这个旗舰姑娘也很有意思啊！是，对，这是我们的这个苍云的门派。苍云门派，苍云门派你好。小三无盾派，对，盾跟刀，幸会，哇！这是未知何方门派，可以猜猜看，可以猜猜看。宇文猜什么门派？这么穷吗？啊，每次好聪明啊！哇，厉害！那旁边这个的话，也是我们这个老五门当中的一个角色，叫做万花。万花是这个医学呀，包括这个书法的一个专精的专家。小三这下有理了。哎，那说到我们老五门的话，可以看到我们后面呢，我们专门有做一个怀旧服务，你看看啊。那这样三的话呢，我们怀旧服也是这两天刚刚开服的。那主要的话呢，我们就是把它打造一个手绘版的武侠世界。手绘版。可以看到我们这边会有。整个的这种游戏的画面，我们都是有精致的一个手绘的页面，可以在里面体验一下。手绘，是手绘吗？是的，是游戏做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手绘，对，很精致。这里的话是创建角色的一个页面，啊，对，你可以体验。我们游戏机都是可以捏脸的，捏脸，就是非常精细的一个捏脸。玩家可以捏一个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对，这边可以体验一下捏一个你的那个觉得最美的一张脸。哇，很有意思！对，哇，楚楚可怜这个，哦呦，啊，这个也很美，有意思，哇，我帮他捏的，很有意思，不错不错，
还有别的角色吗？都是可以的，这种像胡适啊，现在因为他是一个初始的形象，那我们就可以去选择，对，这个可以选择不同的体型，非常阳刚，对，是，这个的话呢，他可以默认是一个万花的一个角色，可以自己捏脸，他的自由度很高啊，对，从瞳孔到贴花什么都可以，所有的都可以，一个小孩的那种脸型啊，都是可以去换的，对。非常 DIY 我们的精细度也很高，并且你看我们做到这么精细度高的游戏，我们对配置是没有要求的，我们是零配置的游戏，所以这个也是希望对大家更多的来体验。这个也是我们降三最初的这样进入江湖的一个中心的一个体验。对，所以没有来到现场也没有关系，我们跟着镜头一起来看看我们西三区的现场。哎，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这个的话，其实也是我们怀旧服做的一个这种场景的一个体验。我们很多这个我们的观众啊，都可以在这边打卡的。这是一个莲花池，对，这把做一个这个小一个莲池的这样一个场景。我们在这打坐，也很美丽，我们大掌，一起开始修身养性。是的，哇，修为大涨，是不是感觉仙清气爽？对，有一种仙飘起来的，对，马上要升仙了。哎，这边的话，对，这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 NPC 啊，他可以帮我们算命。哦，真的吗？对，算，我们是算命，我们的这个半仙。半仙大师你好，有礼了。这是可以跟我们算上一卦吗？你先算一位。好，你要算什么卦？有情，有爱情，我想有姻缘，最近的姻缘如何？姻缘，姻缘。来。啊！话说你最近桃花运会爆棚。哇！帅哥，可以在馆里面逛吗？好。好。尤其是要在我们的馆里逛，馆里面帅哥超级多，那个简直太帅了。帅死！话说你最近事业会有成，哎呀，节节高升，哎呀，我以为要坐上就是努力上班。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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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厉害了，大师受教了。好，谢谢。谢谢大师看秀，对我们半仙算也特别的好。半仙，对这边的话呢，还有其他一些点都可以看一看。我们跟着镜头一起来。前面，这边。这是一个对一个试玩区，这边电脑上面我们都可以体验。刚刚我们看的是手机的端口，电脑上也可以。这些多种端口现在我们都是支持的，就我们玩家会有更多的一些体验的方式。所以这是一个电脑端的网络游戏。对，网络对。其实最开始我们是一个端游，就是从对从网络开始，对。然后现在我们做了更多的一些拓展。哦，有意思，欢迎大家来这里打卡，很有意思。对，这边都可以来试玩，可以来体验。那可以看到旁边的。啊，这个的话呢，就是风格非常明显，啊，整个的话都是一个紫色的配色。哎，大人，我问你，你有多少通道啊？我啊，可标准哦，一米八三。啊，好高哦，好高！带你来试一试。你说你有一米八三？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我一米八三，韩发型，真的有哎，韩发型，对，很高很高，对。果然包大人没有骗人啊！来，以为你多少身高？我一米六五吧。一米六五，来试一下吧。超吧。一米六八。真的吗？哇，穿鞋。真的，姐姐。一米六八，哇！这个地方呢，我们看的是我们的一个指尖江湖，是我们对自己的《剑网三》大 IP 做的一个手游。那这里的话呢，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场景呢，是其中一个五盾门派。哦。因为我们对五盾门派。最厉害的是什么？这个最厉害的话呢，是它可以呢招鼓，招鼓成对，它是一个这个鱼鼓的。我可以站在这个蝴蝶翅膀上来看，对，我们就是最亮的一个五毒的仔，哇，超好看，超好看，哇，这个拍照对。我们马上的话呢，指尖江湖的这个五毒的派资料片就要上线了，所以这个的话在这边打卡的场景很有意思，对，它很好看，哎，很有意思。好，哇，你已经功力大增了，对，真超美，在那个蝴蝶翅膀，你也可以体验一下，我看到一个很帅气的蝴蝶，啊，这是一个强壮的蝴蝶，哎，很精神的哦。
起飞了吗？已经飞翔了。哇，是，可以可以。猫大人，你好粉嫩。OK OK。对，是很可爱的。那我旁边这个话呢，是我们一个剑侠世界三。剑侠世界三。是我们西山区也是原班人马去打造的，我们的这样一种剑侠世界，可以体验一下，可以体验一下。这个里面还有我们的五彩雾，这个五彩，对，大可以，它也是超萌的。哇，它是一只小鸡吧？这是一个忍者里面吗？对呀、啊，这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辛苦的，辛苦的，对，好可爱。来，它是挺有这个人气很高的。这是鸟吗？雕吗？对，它是小的，小雕吗？对，是雕，你眼力真好，对，是个雕。杨过那只雕吗？杨过那个雕，因为他在打造的，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可以骑雕，让你感受那个轻功的一个感觉，那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交通工具。我们演杨过和小龙女，再来一战。姑姑，过18年了，最近有练功吗？一直在练。那就好，你的左手，我的左手不说了，又长出来了，不说了。对，这一声。第二。辛苦了，好久不见，雕，你怎么长胖了？好厉害！后面还有一次，对，后面的话也是我们游戏里面比较重要的一种道具，把重剑这边的话也是在做一个展示。哇，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哇，哇！你看前面我们巨帅的 coser 是他们的角色，对，这个重甲还是很帅的，哇！是不是感觉很像我？真的吗？哎呦，真的呢，真的呢！哇，哇塞，哇，太帅了！好高啊！2米吗？2米，哇，2米，哇塞，哇，哇，你看，哇，哇，很有安全感。2米，太有安全感了。我要打败你，绿军！帮你忙，拔出来了！好，改天再来。哇，内力修为不到，告辞。哇，厉害了！对呀，修为不到的话没关系，我们还可以在那边去充充电。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哦，是，哦，厉害，可以啊。可以啊，那边去看一看啊。是我们刚刚看了很多这种酷炫的武侠类的，那其实我们现在就还有做一个非常萌萌哒的一个游戏，让我们可以看哇，那是小猫咪的一个游戏，小猫咪，好可爱。这个是我做的一个猫咪养成类的游戏，就是我可以去体验养猫咪的这样的一个特这个过程。我们现在有游客在合影，对，很难想到猫咪可以去找一找。看到猫咪就想摸一下。可爱吗？现在铲屎官实在是太多了，这人气也超旺的。哦哟！哇！愿意上去摸一下？哇！机长。哇！这个肚子是不是手感超级好？家里撸它。是吗？哦，猫咪咪啊，摸胡子。粉鼻子好可爱。哇！可是我家没有养猫。这么大的猫养不起吗？我家连小猫都没有，你养过吗？没有。我家有两只小猫咪，真的超级可爱，是一个非常减压的这样一个小动物。所以这个游戏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减压、一个治愈的小游戏。对，是这个来的，但是我下次来的要模仿猫。那雨薇，你模仿猫的动作啊？好呀，来，我看一下。我们跟猫一起吧。好，来，3、2、1。哎呀，好可爱呀！好可爱呀！猫很棒，挺好的。我们看的这些呢，也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对，一个非常精美一些周边的我们的这个定制款的衣服。我们也会有专门的这个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整体的一个衣服。这个衣服我们来找一下，介绍一下我们的衣服。我这边来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服装。对，然后镜头，咱们镜头可以推过来。这件中间这件是我们在巴黎时装周上走秀的，是我们蓬莱门派的高定。哦，然后今天又有上过巴黎时装周，然后它的男款是给霍尊穿的，当时是霍尊定制的，只是像男款在其他地方没有拿过来，非常的仙啊，非常的仙，仙气飘飘。对，然后
合作的，就所有的衣服都是那种刻字的绣制的缝法。哇，真的是仙气飘飘啊！是的，中国制造真的是太厉害了，走向世界了，大了大了。哎，那么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在水杉居的观展到这里算是告一段落，但是呢，我们接下来要转场到我们的埃及系，谢谢，来跟着我们一起吧。谢谢小姐姐的介绍，没关系，辛苦了，辛苦了。走，跟着我们一起御剑飞行，我们在飞上吗？假装怎么飞的？嗨，我的！但是我们是假装的。我的！快走！我的，我的，飞飞飞，我的！风胆太中二了，飞不动了怎么办？走吧，我们来这边。其实可以看到，今天我们 CJ 的人比昨天是要少了一点。是的，是的。今天也是我们的第三天展示。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会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私人角特色特饮。下一站呢，我们去IGG 展台。IGG 据说别有一番风趣。我听说这个展台比较有特色的是他们那边的包，就只要你来 CJ 参展的话呢，你一定要拿一个 IGG 的包。因为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给我们水友啊带一些福利。哎，我们来进去看看有没有什么福利可以给我们的水友。有没有长得比较大、大气的那个姑娘？啊，那我们一起寻找一下吧。是，我们可以互动交流一下。是啊，来，我们望一望，我到了。哟。IGG 到、在这边，所以呢我们走右边进去了，马上就到了，到了。哎，哇，这好多帅哥、哇，我看到了，看到什么了？好多位。哇，什么？哇塞，我们的镜头。哇，流鼻血，我有点流鼻血。那你先去旁边擦一擦。哇来，镜头给到他们吧。哎呀，哇，这好像是一个公主的屋子啊。我方便进来吗？公主的闺房。我你要不先问一问他们啊，跟我们观众打个招呼好吗？嘿，在这边我方便进来吗？这个地方我方便过来吗？哇，好像他们有邀请你坐到中间去。我觉得对，没有了，没有了。我想跟你们说啊，你们真的不适合在人间，真的你们不合适在人间，你们应该在天上啊，仙女下凡啊，真的是仙女下凡。过来一点镜头吗？过来一点镜头吗？哇，真的好漂亮哦！你看她的皇冠，每个人都有一个皇冠，哇。每个人都是小公主。哎呀，是的，哎呀，哇，我今天的节目不主持了，我就在这里了。你就在这了？以为你先走了，再见。那我走了。哎，别，真的是哇！可以看到后面还有好多这种公主样式的衣服，仙女下凡，仙女的衣服啊，真的特别漂亮，而且尤其是这个蓝色的，绝对是我们 CJ 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是的，太漂亮了。好，我们先到里面去看一下。谢谢。现在呢可以预约时光公主。哦。关注时光公主官方账号、微博或者微信，都有机会拿到 Escort 的同款。背包，哎，是吧？啊，就是他们是背包，就是这个 IGG 的雷射包，特别有名。基本上你只要来到 CJ， 一定要拿到一个这样的包。对，关注时光公主官方账号，关注时光公主官方账号，就拿到这个背包，给我背一下吧。我来背。大家如果没有机会来到线下的话，也可以在线上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来领取这个包。太棒了，是不是很好看？来，那等一下带我们玩好吗？好的，这个地方是公主房吗？好的。谢谢我们的修哥儿。来，这个包有书包，还有斜挎包，我觉得款式都特别好。哇，又来了什么？又来了一只三个小姐姐吗？真的。
怎么？你们俩好高哦！请问您是嫦娥吗？飞天啊、哦！哎，飞天，在下有礼了。您是那个白雪公主里面的公主吗？魔女，小生有礼了。我不想回去了，你们怎么办？不想回去了。您这个装扮是阿路金，哎呦，哎呀，厉害了，哎呀，阿路金，哎呀，太棒了，六六六六六，很棒啊，很厉害啊！我们观众朋友们再打个招呼吧，耶、yeah ！所以没有来到现场也没有太大关系，我们可以通过镜头一起来感受一下现场的，哎呀，震撼！你看各个穿着哇，华丽。小姐姐也说早上很早起来打扮的吧，打扮特别好，很辛苦啊，太辛苦了。你们真的太漂亮了，真的是。有什么想要说的吗？跟我们观众朋友们。IGG 游戏真好玩，特别棒。小姐姐平时玩哪一款游戏？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装游戏是吗？啊，那回家一定要玩一玩了。哦，所以其实都是特别不错啊，满足一下自己的公主梦。是的，真的是太震撼了，现场哇！哇，这个道具也是不错。哎呀，我真的是……哎，我看那边有两位男 coser 呀、啊，男 coser 是吧？我们过去看看。男 coser， 哇塞 ！Hello， 两位好。哎，你们都我们扮演哦，谢谢。好久没有收到花了。都要这么高吗？我1.83米，阁下。1.93米。哇，到1.9米以上才能当 coser， 很帅。跟我们打招呼。可以介绍一下自己 cos 的是哪个角色啊？六角就是角色吗？有啊，我 cos 是教授。哎呦，看起来像管家是吧？哎，是教授。这位呢？我是小王子。小王子。哎，确实很好。王子一般都是要跟公主结婚的，哦、那么多公主，也不是一个系列的。所以，以为你以后找男朋友的，你会选择稳重一点的，还是王子一点？我好纠结啊！啊，都要是吗？两个都要，做什么选择？是吗？那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哇，我觉得哇，那个小姐姐也是很厉害。哇。罗马公主吗？那个是女武神，也都是 IGG 游戏里面那些角色。是的，特别棒哦。那我们等一下进去里面看一下啊，在里面去看一下，打卡一下，好吧？嗯，好，走啊！谢谢，谢谢大家，辛苦了。哇，太漂亮了，全场 VIP 啊，全场最溜啊，太溜了，我都快流鼻血了，我的妈呀，流鼻血了，哇！哇，我出汗嘞！哇，我都不想走了，我觉得我想住在这儿。各位谁有走啊？还有更精彩的。摄像师小哥哥好像也不想走的感觉。摄像，你怎么回事？也流鼻血了？哇，都流鼻血了！哇，有没有？好，我们正式进入 IGG 的展台。哦。好的。没事，我们先放旁边吧。哇，我觉得这里面也比较公主的一些装扮吧。哦，看一下他们这边的游戏。哇，这个是什么地方？啊，这应该是一个游戏的试玩区。OK， 哦，是一个体验游戏。对，好像是一个格斗游戏吧？体验游戏。嗯。我觉得这个环境做得很不错，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就像好像自己在游戏里面玩一样。嗯、哇，刚刚那个几个小姐真的很不错。嗯，很好，质量不是那个质量很好，衣服质量很好。我们的 CJ 展上就是有这么多美的小姐姐。是，我们继续看看这个是。应该是这款游戏叫《光明的救赎》。哦。它好像是个塔防游戏，哦、感觉很不错的样子。而且现场的这个道具都很真实，是吧？不错，我们继续前进。吧。
啊，这边也是一款这个游戏《命运之路》。它每个游戏都可以让我们在这边试玩。哇，这个，哇，这个，哎呀！我们也在这里转半天，转半天的功夫。游戏代言666，哇！是，这地方很有意思。哇呀，王国起源！哎呀，想知道这个包在哪里领啊？包，哎，是不是可以领到包的嘞？是啊，但是我们去找找工作人员。找的。哇，有意思。哎，外面还有啊。这里吗？这里吗？哇，哪边？哇，厉害了！哎呀，哎呀，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你好，你好！哎呦，这好像是一个游戏当中的角色吧？哇，这很不容易哦。哎，我想问一下，小姐姐，来，你这个包是在哪里领的？现场呢，我们看到没有？我们工作人员其实很辛苦的。啊，有售卖是吧？好，谢谢谢谢。这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公主。他说这个包包是要售卖的。哦，没有关系，我们家去想办法去内部拿一拿，好不好？哎，还有那边还有，好像可以看一下那个地方，可以坐上去感觉一下吗？哇！来来，我们去这边。好。哦，这边。啊 ，OK， 我们接下来这个。给我们这个展台给我们最大的印象 ，IGG 最大的印象是什么？我觉得是遗憾，是我没有拿到包。没有拿到包啊！不过下次再来吧。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漂亮的小姐姐太多了，我无从下手啊！不是啊，我无从应对啊，因为太多，我从来没有，我长这么大，我快30岁了，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见到这么多漂亮的小姐姐。那今天是大饱眼福，我口罩里面都湿了，因为鼻血吗？是，我怀疑是有鼻血的那个，但真的是大家虽然没有来到我们展台，是吧？没有亲临我们现场，可是我们通过镜头啊，有这么多好看的小姐姐，这么多的好玩的游戏，还有这么多有意思的故事内容，真的是开心吗？你们肯定非常的开心啊！最高是可以播666，绝对一播666啊！是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有更精彩的。是的，我们也要预见飞行，去到下一个趴。我们准备预见飞行一下。是的，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稍后就回来哦。哎，对的，我们准备飞了吗？3、2、1，走啦！哎呀，这波福利是不是特别合大家的胃口呢？啊，我也看到弹幕一直有在说，这个今天中午我们的摄影小哥哥的鸡腿呀，什么都有了，想要大盘鸡也有，是吧？啊，我们 IGG 果然非常懂大家的需求啊。那这样子的氛围啊，已经被点燃了，但是这个氛围能不能消失？因为接下来呢，我们的主持天堂的小伙伴们又整装待发了，我们赶紧再去看一下吧。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啊！Z 时代超级棒 ，Hello， 各位线上的小伙伴们，大家上午好。哎，欢迎来到我们2021 China Joy Plus 线上直播。我是 China Joy 超级主播之一，我叫于继晨，让大家我们自我介绍，跟大家打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百变谷肖淑杰。啊，欢迎啊！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主播贝爷。今天呢，我也是盛装出席。欢迎！哎，我们这回也找到了一位我们新的小伙伴，新的小哥哥，口罩之下非常的俊美啊！但是今天我们要戴好口罩，所以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嘛。大家好，我是孙悦啊。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在这里给大家呈现。我也是非常荣幸能跟齐天老师还有舒杰老师还有贝爷一起带来那么多精彩有意思的内容。是的，孙悦啊，是德云社的朋友。祝你平安。这个大家应该不知道。好的，那我觉得就说到我们的狂欢嘉年华，我们今年的这个 China Joy 就是精彩异常啊，包括我们最近有什么硬件啊，各种硬件啊，还有我们的修课，是不是？对，没错，还有各种各样，还有什么
反正很多游戏、动画什么都有 ，cosplay、舞台剧什么都有，是的，精彩不断，视觉盛宴。对，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让大家在线上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所有的美景和盛况。然后有朋友，对对对，有很多朋友他其实很想来现场，但是由于最近的来不了，没办法来到我们的现场，所以今天就看我们的线上直播，跟大家一起去逛展。那这样也是一种展示，的朋友可以在线上看到你们线下你的朋友出现的原因。要提醒大家啊，一定要不要摘口罩，不要在里面吃东西，不要去喝饮料，就只要就是做好疫情防控就好，一定要注意安全。对的。那我们昨天，我们还记得我们昨天的主题是什么？啊，全忘记了啊，全忘记了，因为我也忘记了，因为我也忘记了，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昨天是头号玩家，然后第一天是宝藏猎人哈。然后我们，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就是以身体和精神为代价，我各位看官一笑了啊！所以今天的主题是，今天的主不是身体，是江什么啊？那我们要来一些这个什么任务卡，好不好？来看一下。好，等，今天的任务卡已经在我的手上了，我来给大家宣布一下，今天我们四个人的任务，今天的主。不是身体是讲什么讲什么讲什么啊，我们要来一些这个什么任务卡，好不好？来看一下。好，来等等，现在今天的任务卡呢已经在我的手上了，我来给大家宣布一下，今天我们四个人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看吧，翘兰花指。今天我们的任务叫迷之脑回路。什么迷之、什么东西？我们哇，今天是男男一对，女女一对啊！我们今天要分队啊！今天本来咱俩应该是一个 C， 对，我觉得我们俩好搭。哎，把他俩挡住！不对呀！但说实话，我们俩也不是很搭的样子。我们不是应该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但是节目组就是这么规定的，他就让你累。就我们男男搭配干活不累，女女搭配干活不累。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分成了一个元气少女队，然后还有钢铁宅男队，所以就已经取好名字了，是吗？对，就已经分好组了。我是钢铁，我是钢铁，我是直男。凭什么？他是宅男。对，就是节目组已经帮我们把名字都起好了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按这个队名来了。对。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为男女两队，以三轮独特的任务考验他们的不同喜好和神奇脑回路啊！这个谁们的不同喜好啊？我们的不同喜好。对，就是导演组要考验我们的。对，我们的喜好蛮统一的，就是想要周边，还有想要看这个。就是我们可能会拿到相同的考题，然后两队将分别交出怎样的一个答卷啊，因为男生女生思考方式不一样，就是同样的一个事情，男女看待的角度不一样，对，看待问题的态度也不一样，男生想的不一样，女生想的可能是另一个方向。我们女生看事情看的都会比较深沉，所以今天呢，就让我们来一场有趣的世纪大对决吧。好，可以，没问题。那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计分方式有点不一样了，就是说大家哈要需要根据我们本日不同的表现来决定我们今天我们 CGB 的获得。怎么决定呢？就是大家可以在我们 China Joy 的官方的微博上面来投票，并且转发我们的微博。对，微博上投票。同时呢，我们今天快结束的时候，看到我们哪边支持率更高，我们就可以获得 CGB， 哪队得的 CGB 更多，我们就可以获得最终的胜利。这其中一种。对的。然后这个也和我们观众拿到多少奖品有关系，就是说，如果说比如说我们这一边或者你们这边的话，会有不同的，并且送到不同边的我们的观众，然后送到大量的由我们来提供的厂商的周边奖品给到大家。并且我们在当天的直播结束之后呢，获胜的队伍呢还会再次发布一条胜利的微博，并且在所有转发过这条微博当中的观众当中选取一名天选之子，可恶啊，送出豪华超级大礼包。这个对于那些没有来现场的观众们就是最好的福利了。我立马去线下，我立马就看直播啊，要什么我就看直播了。礼物也可以直接线上抽取的。爽啊，爽爽爽爽爽。所以说你们
到底是想选男队还是选女队？神经病啊！我们当然是男队了。肯定是选我们了。我以为我们实力比较强。我以为你们在问我们，我们要选男队还是选女队？选我们，选我们。我们是钢铁宅男队。钢铁宅男。连自己的队名都记不清楚，你觉得他靠谱吗？他完全不靠谱，这完全就是直男呀。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是钢铁，我们现在已经是对手了，是不是？对，我们现在已经就是你现在就是已经不是朋友了，我们再也不相爱了，不是 CP 了，是你们对，再也不是 CP 了。讲什么？你们在讲什么？好，那我们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第一 part 的这个规则哈。第一 part 的规则呢，我们说到穿插出来就避不开一个名词叫做次元哈。然后在我们穿插出来的世界里面的次元是如何展现的呢？所以本轮就是各位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找到最贴合我们次元突破的展区来进行相关的体验和挑战，所以我们现在就去找我们自己觉得哪个展台更符合次元突破，我们就去那边，怎么样？对，哎，这个我觉得我比较擅长。哎，对，因为我就是玩 cosplay 出身的嘛，所以说我对我们这个二次元还是比较熟悉的。确实是的啊，但是你好像也是。确实，这大家都是，我们比他厉害，对，我们比你厉害，都是动漫高手，都是动漫高手啊。哎，但我关注的点就不一样。怎么说？因为今天你知道现场有很多修狗。对，修狗。然后呢？支持我们，带你们看。确实是钢铁。我们难道不会带你们看吗？对呀，我们也会带你们看修狗，不光看修狗，我们还有很多帅哥福利。我听到我看到一个帅哥走过去了。对呀。看到一个帅哥走，看到好壮。哇，就满场全都是。非常亮眼的，好快乐。那这样我们就去找他们好不好？可以，我们现在就出发。好，走了。我们找我们的，你们找你们的，我就不信你们就能比过我们厉害。哎，也不必这样，也不必这样，和谐的玩，快乐的玩啊。我们不和谐，玩的开心，玩的开心。看我们这一队现在，我们那么的和谐，我们好胜心很强的。那祝你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拜拜，拜拜。走了。我们就走了，我们不要他们了，我们直接去找，一定要给我们投票，相对我们抢先一步。去什么展？然后我们现在就在看啊，周围真的是很多 coser 啊，然后很多漂亮的小姐姐。哇，那个女孩腿好长呀！是的，腿又长又细。你看，那都是《王者荣耀》里面的那个皮肤。我觉得我逛漫展看的最多的就是美女帅哥。是的，没错。哎呀，你看看这个大的，我们的手办，这么大的一个手办，在我们现场。所以说，我觉得呀，跟我们，哦，你看这个，他头上戴了好多那个，哎，这个，他是在干，啊，你是在干嘛 ？Hello， 这都是你买的吗？哇，他戴了好多。啊，都是在那边买的吗？我也好喜欢这些。啊，你为什么买了这么多呀？好玩呀，啊！你是不是要拿回去送给各个不同的女朋友？没有啊，我以为你给我们镜头的，来给我们看一看。来，你问你一下，为什么买那么多？就觉得好玩，就觉得很好玩，就很喜欢，对吗？对啊。你看看，我们找的都是这些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人，跟大家展示，跟大家打个招呼。嗨，大家好。哎呀，真的很喜欢二次元的，真的非常二次元的一个，特别好玩，特别好玩。是的，谢谢你，我们继续往前。嗯，我们看看还有没有更加有意思的来我们逛 CJ 展的那些二次元的朋友们，对不对？我们可以找一下。哇，其实我觉得今天来展的宅男真的还是蛮多的。对，因为在展子上面有很多非常非常漂亮的小姐姐，而且他们出的人物都很还原，你知道吗？而且，哎，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带着这个，Hello. 可以捏一下吗？我发现现在戴这种头饰的都是男生，都好可爱。就是你也很喜欢二次元对吗？是的。平时也喜欢看一些动漫之类的东西吗？对的。那你喜欢什么动漫呢？动画的话，我比较偏向于是就是2007年左右那些。啊，什么？2007年，就是2001年到2007年那些动画。啊，2001年到2004年之间的动画。对，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话，那些动画是比较有想法，创作上也是比较可取的。哦。
好，谢谢谢谢谢谢，祝你购物愉快。好可爱，就是他们好多男生买这些东西哦，我一直以为就在我以前，我因为逛漫展已经有了两年多两三年的样子，然后在我来逛漫展之前呢，我一直以为就是很多这种小饰品啊、戴的头饰啊，都只有女孩子会喜欢。对，我没想到我们连着就遇到了两个这么可爱的，这么多男孩子都会喜欢。大长腿要不要去？哇哦！哎，那边应该还有大长腿，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长腿，真的满眼大长腿，我们两个真的是不配了。哇，那边他们穿的那个汉服，哇，汉服小姐姐，恭喜大姐啊，长得也好漂亮，感觉。哇，这长得好好看。你好，你好，你好，你可以给我们镜头打个招呼。人家从画里面走出来。对，我们是 ChinaJoy 的官方直播，对，官方直播。来，小姐姐，给镜头可以打个招呼。他好温柔啊！哎，你这应该是长制的一些衣服， 对不对？对，格子裙。啊、哦，好好看，真的好好看、啊。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弘扬一下我们的民族的汉服文化，真的是超级好看。而且小姐姐温文尔雅，也非常符合这套衣服的气质。对，哇，真的好看。像我以前也有去穿这些衣服，但是我衣服是穿在身上，我的人还是。就是我自己，你个子不够高，哎，但是这小姐姐穿上这衣服，感觉人跟衣服就一下融入到那个角色当中了。是的，就是人如就是如画中人一般，对不对？小姐可以不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啊？大家好，我是云芝，然后来自苏州，然后现在是在 N1 的盛趣展台，大家可以来找我。哦，你大家就可以来这儿找你是吗？我在 N1 盛趣。啊，在 N1 啊，在 N1， 如果想找小姐姐合影啊或者拍照的话，可以去 N1 找她。哎，谢谢小姐姐，真的好好看啊，好看，好温柔啊，怎么这么漂亮呢？哎呀，现在不是刚出了一个很火的那个剧吗？我就那个叫什么玉什么楼。啊，玉什么楼？对对，哎呀，我也忘记那名字叫什么了。我昨天才准备去看的，然后我就看了一集，我就去看了一集，就跟他穿的那个衣服啊，就是那种感觉特别，就那种感觉特别像，像从画里面走出来的，就画风特别好看，真的像画里面走出来，国风感很强。哎，我跟你说，这个展台我们Dina，我们是肯定想，我找到我感觉我们一定要来这个展台来。为大家介绍我们这个次元文化，为什么？因为，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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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这就是我的灌篮高。哎，你别，哦，你就适合在这里站着。今天，我跟你说，我今天是赤木刚宪的妹妹赤木贝爷。我的流川，我刚刚都没有注意看，真的呀！你今天干脆就在这别走了吧。对，我跟你说，站着吧，这就是我的主，这就是我的站他旁边，站他旁边，站他旁边啊！这是我的梦中晴川，别穿的衣服，跟他情侣装，情侣装，站在旁边，拍我的樱木花道，好看。对，我跟你说这个展台就是为我而设计的，有没有？我在旁边就感觉有一点画风不一样了，我还是先退出画面吧。所以说，我觉得咱们找到了，咱们今天就到这个展台来为大家介绍里面的一些很有意思的内容。你为什么跑那么远？你可以过来了。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出画风了。对，画风觉得真的是完完全全可以给大家来这个展台来介绍。对，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去好不好？我们直接进去。哇，看看我哥哥，这是我哥哥，啊、帅哥，我哥哥，哇，帅哥，帅的比心。对了，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任务，我们要在里面找到我们的 NPC，因为应该头上也是带问号的 NPC 对。对 ，NPC 会给我们发布任务，所以说我们进去来看一看有没有头上带问号的这个小姐姐。他躲着在，快吗？他躲着在，哎，我一眼就看到了，他露了一个小问号出来了。哎、我发现、哎，你好，我发现我们这个展台的这个 NPC 小姐姐也长得好好看。我那边走一下。哦，欢迎来到我们2021创造者 DNA 展台，我是 Amy。Amy， 你好。欢迎两位。对，然后。
然后其实我觉得吧，大家都是女生，女人何必为难女人？所以说你能不能就是把我们的任务给的简单一点，就是能让我们多拿一点。我来找一找我们的任务卡啊。哇、哦，任务卡在我手里，但是我觉得你穿了我们的 IP 的一个衣服哦。就冲这件衣服的话，今天的任务绝对简单，绝对不为难你，好不好？好，太好了！我觉得真的我蛮常找，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最适合我的一个展台了。对，那我就先带你去我们的灌篮高手展台，好不好？好，来来来，就在你们对面，来，先走起来。哇，灌篮高手，这就是我的主场。对，我看你穿的是我们樱木花道的那个球衣啊，对对对对，你看我们这个签名墙上面是我们的玩家手绘的一个樱木花道的一个图案。哦，这是玩家手绘的吗？这不是玩家手绘的，对，这竟然是画出来的，就是路过的玩家忠实粉丝樱木花道的那个粉丝。我真的，哇！我感觉我应该跟我们的樱木花道来合一张影，赶紧来合一个影，对，我可以拍一下。这个真的，我跟这个。展台太大了，为我而生，它是我们 DNA 展台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 IP， 就经典日漫，对，经典中的经典，真的，我从小追到大的啊，就暴露了年纪。您最喜欢肯定就是我们樱木花道，对不对？对对对。对，你看这边写的不忘初心啊，不忘初心，是的。嗯，然后呢？那么现在我们要在这个展台要完成一下我们的什么任务呢？所以我们来到灌篮高手一定和投篮有关，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展台啊，我们拿了两个框，对不对？但是我们并不是说这把篮球射进去就这么简单，它有4321，它其实还有一个运气成分在里面，就看掉落哪个格子，对，哪个格子有格子分数高的话，我们就可以拿到一张我们的人物的贴纸，你一定很喜欢。我到时候一定要找樱木花道送给你。哎呀，好了，为什么会喜欢流川枫？可以，其实我也喜欢流川枫。长得好看，长得帅，帅的。你知道那个吗？我们三个人就很适合做一个什么流川枫亲卫队，你知道吗？对，我们一起来喊一下，来哈，来，开始，流川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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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流川枫亲卫队，然后两个眼睛要有小星星的那种，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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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把眼睛 P 成小星星，真爱粉了，真爱粉。那我们来玩一下，好不好？好的，然后我是要站在这个上面去吗？对，这个太简单了，不要上去，就在下面投吧。然后可以让小姐姐可以演示一下要怎么给它投进去。可以。我们来比一下哈。那我告诉你，我有一个窍门，就是你可以把这个球投进去的时候，让它走这样一个完美的弧线下来。然后你就四分最高了，对，我们要投到那个篮子吗？对啊，那个篮子是最高的分，所以我们玩家我们是往这里面扔，是吗？了解。哎，那让我那我试一下，你先来，我先来试一下，我来先来试一下。我感觉挺简单的。对啊，开始了，还要站着吗？嘿，哇哇，一步成功，这也太简单了吧！我站下面吧，我不上去了吧？就这样吧，就这样。你加大自己的难度是吗？对，你来吧，来吧，来吧，直接上，妹，直接上，加油！啊！为什么会这样？我从这边噔，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其实它还是有点难度的，对不对？它是有点技巧，但那个技巧还是需要点运气。是的，哎，你今天穿这衣服穿对了。是的，没错，就是还有加成了，我这是魅力加成。等会我们去可以到我们展台的奖品区，可以看一下我们灌篮高手的全套贴纸。好，湘北队，哇，湘北，湘北，对，湘北队。天哪，那我们现在是现在就是算是结束了吗？我们还可以有下一个展区，我们一共有7个 IP 哦，可以带你们慢慢逛我们的展台。好的，太好了，太好了。就在我们这个区域的话呢。是我们的，也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日漫，叫《亨塔亨塔猎人》。它其实是比较早期的一部非常经典的一本日本动画了。那我们和我们展台还有另外一个 IP 的话，是一个叫《悠悠白书》，一起都是《悠悠白书》，我也是狂热粉丝，我有成靠的漫画。我的天哪！真的，我觉得我们今天展台的一个大奖包包，我觉得一定要送给你一个，我真找到知音了。对对对对，可以给。刚入迷的小粉丝一个吗？给我一个，可以，你只要成为我们 DNA 的粉丝，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 IP， 送你一个好不好？好，大家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 IP， 对，关注一下
们这现在的这个展台，现在我们处在的是 N 三馆。对 ，N 三馆，我们这个叫 D 呢，哎，对 ，D N 呢，哎，啊，顶着太阳，哎呀 ，D E N A， 对，就是这个展台，大家一定要记得来啊，因为里面不光有我们热爱的漫画，还有漂亮的小姐姐，我们每位小姐姐和 coser 都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展台来玩，关注我们的 IP， 我们就会有限量版的包包送给大家了，哇，限量版的。有两眼睛已经放星星了。其实我们每一年的话 ，D&A 展台的话，都会送出非常多包包啊。从2018年开始的话，我们有个果冻包啊，果冻包，我们能薅一个吗？果冻啊，镭射包啊，真皮包啊，能让我们都会有，能让我们薅一个吗？我觉得就是男生可能都不会有这种反应，我们女生就吃百病，这有多可能在我们眼睛当中的小星星？真的，对于我们女生来说，真的是包治百病的。我已经集齐4款了。我好羡慕，都已经绝版了，就是没有了，所以只能拿到今年的新的。那算了，我这个人也不贪心，我就拿个今年的新款就好了。对，好了，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要玩什么的。对，我们这一款的话，我们是玩一个海盗游戏，我们可以来 PK 一下，看谁插刀，谁能让海盗跳出来。哦，这个我知道，我玩过。那我们来了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一个小结徽章。来，两个人一回合，然后把它插到这个里面。哦，它如果弹起来的话，哪个人就是胜利者，可以额外获得。那你要不要参与呢？对，我们一起来玩一下。对，我们一起来吧，好不好？先着玩吧。我们先把海报扔进去吧。它会弹起来，你们要小心一点。小心哦，它会窜得非常高。对，一定要窜。我们这样玩，我们再加大一个难度，好不好？好。如果我们谁接住了这个，它是不是已经弹起来了？谁接住？要不把它会弹起来，你要接住它哦。弹起来的一瞬间会非常有意思，大家保持一下安全。哇！哇！他运气好差呀！第二个，哎呀，我吓死了！我自己都为什么第二个你就弹起来了？你这一发入魂呀！对，一发入魂，大家都没看到，刚刚是彩排。好，那我们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好不好？弹起来小心一点，妹妹们要小心哦！刚刚已经见识到了。哇！他的运气绝了，他怎么这么运气绝了？有感情跟台有感情，我还一个都没插呢。哎呀，没有，大家体验一把吗？对，插一下，跳起来会比较好玩哦。哎，来，那我不插了，我怕我一插要三发了。我要往下感受一下，这边插一下。他明明有那么多的孔。对。哎。中了中了，这个蛮容易中的，我觉得。对。然后其实小姐姐已经输掉了，对不对？我们是弹起来是赢的，弹出来就是赢了，就可以拿到一个徽章啊！弹起来是赢的啊！他弹出来了，刚才是输的，对不对？要不算你的，算你的。好，来，我们这个小姐徽章是可以要弹起来算徽章的。那你就来插一下，插到他弹起来，我插。我就不信了，我运气，我看插到第几刀了，我就啊，第四刀，好，那我弹起来了。我们这个环节是有几个徽章呢？我们可以，我们继续到下一个 IP 可以去看一看，这样就可以弹起来，我们这个就游戏就盖章就可以了，就结束了。好的，我觉得这个。咱们这个区域每一个游戏我都好想试一下。对，来，我们一起慢慢逛。好了，好，我们继续往里面走。对，拜拜。来，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有一个射门游戏，敢不敢？脚力好不好？啊，这个足球的吗？足球。哎，足球的，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试一下。哎呦，哎呦，妹妹，我的足球小将。说到足球，我突然想到我的脚还是蛮臭的。这个大空翼，对不对？大空翼，我们足球在这里。它有两个站立点，这个是不是难度稍微高一点？让我以前去参加一个活动去踢球，哎，然后这比如说这一个球的那个入口在这里，是不是？啊，来，给个镜头啊！我朝着这个口去踢的时候。他像偏差这么多，他老是往右偏差这么多，来先活动一下筋骨，我怎么进的吗？怎
怎么进去吗？我就不要瞄准那个洞，我要往旁边旁边贴一下，我往旁边移动，我朝旁边移动这么多，然后一停住。绝了绝了！你看我多么的专业，已经开始了，已经已经开始了。展台的展梯的球总是歪的。好，哎，下面由中国选手贝爷出战中国女足。哎，这个，哎，中国女足，中国女足，来来来来来来来啊！看你的临门一脚啊！先放在，我们可以踢三次，你中一个的话，这个的奖品我就送给你。这个也太难了，真的很难，就中一个人。来，加油加油，飞加油！我们的摄像师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注意镜头很贵的，小心我们一踢就太偏了。啊！再来不要往，你要朝着另外一边去踢，不要朝着这个洞去踢。要不然你要把它先试一下，你来试一下。我踢永远是歪的，这个真的好难，说不定歪歪打正着。不是，我踢永远是歪的。如果我要瞄准这一个，那你不看，你闭着眼睛踢。不是沿着这个入口的话，它会往旁边偏这么多。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个标准量，我们把这个标准量，哎，这样子，朝这个腿，朝这个膝盖，两位小哥一定要注意。这都是从失败中总结的经验。你这个踢的也太低了吧？你要起码要踢出点高度。再来，朝着他的膝盖踢啊！对，这个就很难啊！哇！大家都要注意安全，我跟你说。你来，这个真的好难的，我的脚超臭的。我一人送你们三脚，只要你们进去。哇啊！差一点点，老师，差一点点。老师，赵天命没掉。来，赵你再来一个，往上一点踢。你们还有两脚，我们三个，你们一人三脚，还有两脚。那这个我们拿不到了吗？这个好难，有没有？加油！哎呀，你还是往地上。哎，算了，我觉得还是我来吧。过了，你来吧。贝爷，加油啊！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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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准备好，给自己力量，加油！展示一下，好 ，ready！ 啊！哎！啊！我们的摄像老师，摄像老师，注意保护好自己，无故中球，辛苦了，辛苦了！啊，辛苦辛苦，我们摄像老师都很辛苦了。啊！对了，刚刚那一趴剪掉了，我们看到球在里面了，好。大家都没有什么发生过，没看到，没看到，大家没发生过。掐掉，拍那个球球就可以来了。来，大家看一下，拍球进去了，进去了啊，球进去了，把刚刚那段掐掉啊。啊，贝爷，为本队啊赢得一分，那我们去下一个。对，下一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间的这一个宿命回响。对，我们可以到我们的中间来吧。我们摄像机镜头跟着我们一下，来，我们来过来。这个的话，大家千万不要被我们的叫声DNA 展台的一个新的一个多媒体的 IP，它的同款动画将在今年十月份就直接会同步上市了。我们可以看到，所以现在还是一个没有上映的一个新的番，是吗？对，新的一番，而且是一个新的游戏 IP 都没有上市，日本都没有上市，我们是刚刚才进到我们国内的。我好想先拿一个他的周边套，我也想要看一下，来，这是他的全套人物卡牌，全套人物，对。哎，我们是不是先拿到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去给我的朋友们嘚瑟了。这个是跟日本同款发行的同步的正版，我们是跟日本同步上市的。好好看，真的很好看，漂亮的画风，非常漂亮。它讲述其实在一个未来的世界里面，它这个没有音乐的，然后这些少女们的身上音乐都附身在这些少女身上，然后她们被统一称作为奏者，然后只听一个男生指挥家的指挥。然后我们指挥家的话就是屏幕之前所有的玩家了。哦，是这样子的。哇，我想看。对啊，这个动画就好赞，我画风超级漂亮。对，真的是我看过这个预告片，对，我喜欢的画风。很爱，它很古典。像你们手上拿的这个的话，就是这张应该就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韵韵。然后我觉得很好看。对，这个就是。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哎呀，真的，小星星，每个都有，每个都不同的风格。我看到这个，我觉得好喜欢。我看到这个，好喜欢，然后对不对？觉得很可爱，又哇，这个好女人，
对，这个是卡门。哦，卡门，哦，对，卡门失去。对，吉普赛女郎热情的吉普赛女郎就是她了。啊，是的。我们卡门小姐姐坐在那里，看到真人了啦。啊，这是卡门哦。对，现在用镜头来看一下，对，就是，这是我们那个刚才卡片上的那个卡门小姐姐，我们可以拿着卡片来，我们来比对一下，看有多还原。对，这是我们的卡门。哇，好妖娆，卡门小姐姐。我们卡门姐姐，你们站一会儿，给我们摆一个 pose 好吗？对，可以摆一个同样的 pose。小心哦！对，我们有福利的，我们来来来，慢点，慢来来，小心。哇，很优雅，她刚才手是这样子过来的。对。哇，好好看。我们来比对一下，我们可以直接看，非常非常的还原，对不对？对。因为卡门这个角色真的非常难找，但她需要妹妹，她身高很高，然后。皮肤会需要像健康一点的小麦色，所以他找这样的，我妹妹花了很几百个妹妹里面才挑选出来他这样子一位妹妹。哇，然后百里挑一，真的，我们所有的 coser 都要经过日本的监修，不光是中国国内的，要从日本的监修原著创作一层一层筛选出来的，好严格呀。对啊，那估计我是没戏了。欢迎你们来面试，我觉得你穿着这个，你变晴子，加油！对，晴子本晴。亲自本情，谢谢谢谢小姐姐，小姐姐辛苦了，小姐可以休息一下。哎，对，我们可以带大家去看更多好看、可爱、性感、妖娆，就各种类型的小姐姐啊。小心，对，在我们的苏明回想这款新的 IP 里面，有各种类型的妹妹带给大家。对，是的，对。然后这一款中间的话，给大家揭秘一下，它是一个什么的一个高科技的装置。哎，对，我就很好奇，为什么就是它是一个。半圆形的，然后站在中间是被、会被传送走吗？它其实是这样，有点像个舞台哎，对，唱歌的那个舞台。对，它其实是你站在这个舞台中间的话，它外面那个摄像头可以旋转360度，然后帮你拍一个环顾四周的一个视频。哦，是这样子。对，那我们能试吗？现在可以试一下，我们找一下工作人员帮我们开一下啊。对，我们可以拍一下。然后直接可以拿手机，这个工作人员在哪里？就是直接把手机加上去就可以了。那我直接用我自己的手机。这边台的工作人员，然后我可以这边台把这个手机加在这个位置，遥控器有吗？好呀，对，帮我们把手机加上去，我们体验一下。哎呀，我你看，哎呀，刘海都分开了。稍等一下啊、哦，然后我们开好开始视频，我们就开始转了啊、哦。等会儿开始啊。开始吧，好，转吧。我们背对背，背对背。哎，对对，背对背，我们不要动，我们不要动，让他动，让他动。哇，这个好高科技啊！哎呀，来、停，把我的手机还给贝爷。有点手机角度有点太朝下了，但其他都还挺好的。这是我的问题，然后我手机角度调的有点太，但这我觉得这个好好哦。其实你可以看得到这种环绕的这种感觉。哎，你刚刚一个目转身特别酷炫哦。对呀、啊，对，其实这是很好看的，可能是我角度摆的有点稍微低了一点点。我觉得可以，我再玩一次吧，再玩一次，再玩一次，我们把角度给它调高一点，我建议你可以用那个广角去拍，好像会很漂亮。哎，广角，对，我们要用广角去拍，相机的1.5的那个广角。但是我们得那个，我用后置，对，必须用后置，回去再自己修图，就是视频很棒。那我先看一下，先看一眼，我发现。妹妹们对这种拍照的事情都是乐此不疲啊，就是拍一段视频一定要精修到对。然后我们这边很多妹妹也都是喜欢玩这个，还是朝下的，一定会要拍出美美的视频带回去。好，这样子吧，就这样子吧。因为这样子一个视频发到朋友圈的话，都会是非常高炫。这个灯要不要往上一点？设置了广角，哎，搬不了了，不搬了，就录像。来了，你来摄影。之前的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那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感同身受，但没办法，因为女孩子拍一个美颜视频的话就哇，咱俩拍照怎么要那么久呢？怎么会花这么长时间？这个角度哪里不好？要往上往下就可以折腾很久很久。
虽然我也是女生，我很能体会，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男同胞们肯定就在这里就看到了，光脚，原来全天下的妹妹都是一样的。背对背，我们不动哈。OK 了吗，贝爷 ？OK 了，我们背对背，我们不动。好了吗，舒淇？我们不动，我们就这样背对背。我开始吧。哦，看到吗？哎，我觉得可以了，可以了。对，我觉得可以了。看一下，我们来可以看一下，就是广角的效果。不，有点太那个。哇，感觉立马就出来了，飙就来了，对不对？这太酷了吧！哇，这太好看了！哇，这太酷了！是不是就很有味道了，很有 feel 了？哇，对，这个真的是绝绝绝，太绝绝子，绝绝子，可以了，满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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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有一个美美的视频就够 了。对对对，我觉得各位朋友们，你们可以来这随便拍，来这里随便拍，啊，大家都可以来体验一下，体验一下这个展台拍一拍明星的感觉。拍了这个宿命回响这段视频，然后关注官方微博的话，关注官方的那个微信公众号，我们就可以拿着刚刚的那套卡牌一整套送给大家。哦，其实是我们玩这个，如果发微博的话是可以拿礼品的，是吗？对，就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关注回响。对，关注公众号是可以拿礼品的，所以说大家真的是可以没事我过来玩一下，哎呀，可以拍美美的视频带回去，还有礼物。可以拿，对不对？啊，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拿了？我们拍啊，我们一会儿去关注公众号，一会儿我们剪辑一下，我们用我们的账号去发，对，带你们去看一下，来，好，好的，好的。这边的话就是刚刚贝爷说的悠悠白书的体验集，对，悠悠白书，然后你可以上去抽一张卡牌，只要是它是体感游戏，你挥一下的话就可以抽一张卡牌。哦，是可以抽卡牌的是吗？对，抽卡牌，你可以看一下你能抽到哪一位人物。哦，桑园，哎，桑园，你爱桑园吗？认识啊，桑园。我考你个问题可以吗？藏马啊，桑园的衣服背后写着四个字，什么字？我忘记了。这个什么第一？健康第一啊，这我都健康第一。健康第一，我跟你说，真的是，他这部漫画真的很好看。对，他超级热血。然后就具体故事情节我就不介绍，大家有时间喜欢的话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对，来，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体感游戏应该是怎么玩法呢？直接到我们的展台前面，然后对着它那个挥手就可以抽一张卡牌，动作越花，出来的卡牌越好。它是这样。对，等一下啊，那我们跳出来一张卡牌是什么？期待一下，你觉得会是哪一位角色？会不会是 Yusuke？ 啊，怪兽大师桑园，我跟桑园好有缘分，我的妈呀！天哪，我都禁不住要尖叫了。对，真的是不是就是桑园？你要不要来试一下？你可以抽到哪个卡牌？哇，太棒了！我觉得今天你是我们展台的，哇，就是归属感，找到没有？对，真的是纯纯的归属感。我看这个大招，大招好厉害啊！看能招出什么卡牌来。哎，又是桑园，我不信了，我看我是不是也还能这召唤出他？关键桑园他是个 R 牌，我能不能招出什么 SSR 什么之类的？他是我们顶级牌 UR 牌 ，UR 牌是吧？对，抽到普凡优助就直接可以走。他怎么直接？来吧。哇，杀死你！放大招吗？看能出来什么？五脏！哎呀，又是个 R 牌，哎，不行，不够油，运气不太好。那我们先去看一下我们的奖品好不好？好，我们去看看奖品。其实我们今天的话 ，DNA 的话，我们这边呢，每一个游戏展区，都可以有相对应的我们这个动漫 IP 的一个游戏的周边的奖品。
哎，我看到了，可以看我们展示柜吗？对，我们先看一下展示柜。喜欢啊，这个展示柜真的是有点绝，有点东西啊。对，这是手办，好像每一个都拿回去啊。哇，那其实是 One Piece 也是我们 DNA 旗下的一个游戏 ，One Piece 也是吗？对，也是个游戏 IP， 也是我们旗下的。你知道，就海贼，我真的是一直追到20年啊，真的是，好帅啊！然后就是那个怪兰的手办啊，就很多每个游戏的手办，但这些都不卖。哦，只是用来展示，它不能对外卖啊。哦，那有点可惜了。对，像悠悠白书啊，Hunter Hunter，足球小将这边都有。后面的话，我们还可以逛到那个圣斗士。还有圣斗士，是不是很有回忆？我怎么基本都看过？真的，找到了童年的归属、啊。对，童年的回忆。这是他们的冰河、顺，然后子龙。对，啊、不是，这是这是一辉，这是子龙。对，啊、一辉在这里啊、哦，一辉还有个这个。然后这个很赞，这是12星座黄金圣斗士的全套钥匙扣。哇，这个就很太绝了。对，这还是他们那个限量版金币，就是那个圣斗士的吴小强限量版金币。这个太有收藏价值了，但是买不到。我们展台，那我们来看看我们能拿到的东西吧。能拿到的东西，对。来，首先的话，我们觉得。灌篮高手你一定会想要拿一下，对不对？是的是的，哎呀，可以拿一条这个吗？可以呀，我们的那个灌篮高手的这个贴纸，我们应该拿一个袋子吗？给你们装一袋好不好？我们工作人员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哇，这个袋子里面有很多我们的周边小礼品啊，所以说如果想要的话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队，然后呢这些东西说不定全部都是你的了，都是童年回忆哦。对，已经打包好给你们了。已经打包好了。这个对卡牌，对，然后我们成套的，我们这些大 IP 都在里面。对，所以说，哎，我觉得我来逛这个展台，对，我说不上来的一个激动，有点激动的心情，真的非常澎湃。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呀、我还没有逛够，但是我觉得男队那边已经等级了。对，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队伍等级了。是的，好的，那我们是不是要给他们出点任务，让他们有点难度？你觉得呢？来，哎，我来写一写他们需要。我们有一个要出题哦，就是完成两个关键词。对，我们出个什么题呢？我觉得给出两个关键词。下一个是哪一个台子呢？然后我们再来一个写，哎，卖萌，你觉得怎么样？哎，可以，他们直男应该想不到这些。是的，哇，都好会玩啊，我觉得大家屏幕之前的一些观众朋友，尤其是男生们，肯定很喜欢这个题目、哦、对不对？绝了。所以说呢，哎，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看男队女团舞和卖萌，哎，让我们出发吧，耶。好，接过来了是不是？哎，来到男队了啊、哎！我们今天干什么呢？我们今天来到了一个帅哥的身边，让我们隆重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帅哥啊，就在这里，于七成。没有介绍，因为我们今天可能新来的小伙伴啊，介绍一下，我叫于七成，然后这一位呢叫做孙悦。哎，大家好，我是孙悦。对，今天啊，对，然后对，是我们新朋友，然后我们这回呢就带大家一起来领略一下我们这一趴的我们场馆的魅力哈。对，就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俩，多多去给我们投票。对对对。那今天呢，七晨带着我，是我们俩带着大家一起来这个 CJ 看看更有意思的、是来精彩的内容。哎，然后是这样的，我最近听到了一些就是杂鱼之声啊，就是他们这样说的，他们说来看我们的直播的都是为了看那个小姐姐，看那个、看那些。看那个啊，看那个，我觉得有被冒犯到，是完全不是这样啊。有没有？对啊，凭什么男生就不可以？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啊，就是为了应对这句话，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今天就去再找几位漂亮的小姐姐过来采访一下啊！哎，那个，哎啊，那么工作人员帮我们拦一下好不好？来，小姐姐 ，Hello， 你好，哇，然后我们是那个官方的直播的，就是这几位俊男就是我们，然后你可以自我介绍一下，我们问几个问题好吗？可不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我叫小熊，我在安逸盛世展台。啊，满意吗？可以吗？你是这样，来自哪里？来自无锡。啊，所以来自无锡。嗯，所以你平时比较感兴趣的，就是今天在这个展会上，你最喜欢的、最感兴趣的是什么？最感兴趣的是周边。是你的工作是吗？周边。对，其实我们好多人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薅周边的，他们就带一个超级大的袋子，然后就开始薅周边，就满载而归这样。那我们是不是等会儿也要弄一个？对，我们就是为了为大家赢周边而来的，是不是？那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在你心中要选出一个在穿搭之外我们场馆里面最代表二次元的一个场地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展台呢？什么展台？代表二次元的展台。二次元的展台。我说我喜欢的可以吗？都可以。我喜欢摩尔庄园。摩尔庄园是不是啊？是最近之前六月一号出了新的游戏吗？那个超好玩。摩尔庄园的展台是不是？好，我觉得其实这个也算是一个。好，谢谢。好，我找一下。其实因为我心里差不多已经有复案了，因为二次元的话，其实有很多嘛。对，有这个那个那个，我看看我们观众会不会也是这么想的哈。其实现在有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二次元，不管是什么年龄阶段的。但是现在呢，大家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突破二次元。突破二次元。次元突破。哎，就是其实有另外一个词叫突破边界。对。叫破圈。啊。就是大家都在努力的做，在自己专业之外，是不是还可以再突破一些事情？啊。对。好的，那我们找一个哎。你好，快过来，来一下抓到两个，看哇，然后我们看抓人大王，对，我们是这个。想问一下简单的问题哈，对，就是如果在你心中，在你们的心中，要选出一个代表我们就是 China Joy 最二次元的一个展台，你们觉得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展台呢？什么样最二次？最比较二次元的展台，最二次元的展台，或者说代表你们心中你最喜欢的一个展台是什么？你是说我们现在看过的所有展台？对，你们觉得是觉得最二次元的？最动漫最喜欢的或者都可以。其实我还没有逛很多，刚刚来是不是？刚来是不是？但是准备去哪里？就去了一些那个B 站逛了一圈，然后对 B 站逛了一圈，还有刚刚完美时间，还有 NE 那些盛趣之类的这些馆。哦，二次元的话我还没有太看到，可能 B 站看到比较多一点。明白。B 站就还有就很多，还有完美世界很多那种 coser 就我觉得比较有二次元的代入感。是，确实。好，谢谢。这个小姐姐俩是一起的吧？等于是。对的。其实他们应该都是一样的经历了。你们俩关注的点也都是一样的吗？应该是一样的。差不多，然后我们想去看一下原神，还有网易那边的展。原神也是。对。好玩，谢谢。他们哇，我也想要这样的待遇。我已经拿了一个，我说都要给你们赢过来。他拿到了一个等身抱枕。在哪里？现在没有拿过来，在展台放着。是怎么得到的？好的。做活动，抽奖。对，明白。好，谢谢。搞到像我们跟他发的一样，说恭喜。其实他差不多已经，他有说到我们了。这个我们在。现在年轻人啊，比较关注的一些点，对，就是一些厂商，对，但是其实我还是想要一个确定的答案，因为他们刚才有说嘛，他们有说是完美世界，好贴心哦，有完美世界，然后有那个什么那个原神那边的，对，还有什么就各种各样的，我想要一个很确定的答案哈。然后就是说出我们今天我们想要，因为我们是有流程的，我想让他 Q 出这个，我们来随机找到一位路人哈，一看就很路人的路人，让他问一下他心中觉得最二次元最好的展览是什么？哎，你好，请问在你心中最喜欢的最代表二次元的展台整个场馆是什么？太好，神经病啊，我们都已经进到这个展台里面去了。Hello， 哎，你能不能说说什么原因呢？你喜欢的具体是什么内容？因为他这里工作完了要花钱了。
好了，那我们就带大家玩一下 B 站了啊！就是在这个场地里面，肯定有你非常喜欢的内容啊！我最你怎么还在认真的采访他？他是那里的工作人员，我们快走了，是吧？我们要对，所以我们就要按照流程找这边我们要负责这个有一个做任务的人，对，因为你昨天不知道他们是有那个头上有个问号的，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找到那个问号的人，然后领取相关的奖品。就按照他说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找到那个人呢？没有找到，我们可能就是领不到今天我们应得的工资了，要不会失去这份工作。要不这样，我们就先走着，慢慢的走着，慢慢走着，边走边看。啊，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然后因为 B 站每一年都会有那个22娘啊、33娘啊，还有包括游戏里面会有很多的那个coser 会出现在里面。等一会我们可以带大家来看一下，大家来认识一下。所以在哪里啊？到底有没有？我觉得应该还蛮好找的，就头上有一个问号的那种。在找的过程当中，首先注意安全，就注意自己的生命啊。Hello。其实，哎，我看到，太好找啊！真的有吗？啊，找到了！哦，我们去招呼他，我们可以召唤他过来吗？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姐姐啊。不是你俩在发功啊？Hello，你好，你好，哎，我们腿啊，对，腿都断了，来找你啊。不好意思。那想要进我们自然城的话，先来接受一下洗礼。啊，那么你是谁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元城的 NPC。啊，为了这份工作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名字了。这是我们自元化想城，先接受一下洗礼吧。哦，防疫工作。哦，这个好，这个太好了。请接受一下洗礼是吗？是的，接受我们的洗礼。好，那需要登录我们幻想自元城的话，需要先接受这份任务。那我们的任务呢？我从好久就想问了，这是什么东西啊？我们稍微看一下那个镜头，看一下镜头。Okay、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东西？这个是你们要完成我们自由幻想城的任务之后，才可以来这里进行一个欧环认证的一个操作。这些任务都要完成吗？哦，不用。哦，这里是弄周边的，弄周边的是不是？周边还有各种大奖哦。哦，是的。哇，那我们赶紧去做。最大奖是哪个？最大的奖，我觉得每个奖都很大呀。我们今天主要是还有一个任务是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带来福利，所以呢，我们提前给大家吊个胃口，最大的奖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呢？啊，好，我们就去看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小要求哈，我们边走边说。有个小要求，我们边走边说，就是我们也想看一下，因为我们也想知道，就是有很多 coser 嘛，有好看的小姐姐，好看的小哥哥，我们也想的话带他们认识一下，好不好？带我们观众来认识一下。那我们这次自元幻想城呢，其实是有很多的游戏项目，你们只要完成其中的几个任意项目，就可以获得登录认证了。可以先试一下我们的机动战机。啊，这是这啊。哇，在这里。机动战机，机动战机。啊，我们试一下。小心。这个是要上来。应该要怎么体验呢？啊，这是一个抽抽乐的活动。抽抽乐。那我们这里有很多傀儡和 AG 魔女，就要看你在这一堆